就是一坨垃圾，根本不知道怎么买。一刷看一眼，看能不能连开两个有用的吧。没有的话就要升级了。欸，这怎么可能啊？难不成是靠赛宰？平手喽！加一加一留到这里哦，想必你是看到了这个眼睛才这么说的吧？真的是太有这个后见之明了。眼睛往前站有一个好处，避免它掉食尸鬼会把你搞死。你觉得是不是避免一下？好，会怕是不是？对面有食尸鬼耶，不是啊，他就已经有食尸鬼了，他把食尸鬼扔掉了，哇塞，靠塞哦，眼睛又要瞎了吗？三只怪加一很亏哦，对啊。可是那个加一就是为了要打一个平手或打赢才做的。感谢熊啊，熊啊，安安立刻订阅了，2021年1月追随，感谢感谢。这边的话，经营要先刷啦，看一下，狮子可以打架，先拿起来，等等准备升级，剩下的都很烂。这个可以卖掉咯，补盾机械加减拿吧，一会升级啦，升级升级早牌了。这把其实属性开得很棒，你都不升级也可以打哦，我是说真的。有人会觉得，欸，不升级你是不是想狗分，你是不是想狗分，其实不是这样子的，四星机械也能够吃鸡，只要有开鱼人。我们看一下有没有鱼人，没有，那真的狗分，抱歉，我道歉，没开鱼人就要狗分。这个要升级了，要升级。这种没有鱼人的场机械是吃不了鸡的。升级才是你最好的归宿啊！超进化预备，超进化两次有用吗？四星直接变成六星，连刷都不用刷，过瘾啊！进化，再进化，拿什么铜须？铜须要不要拿？铜须是不是有点香啊？啊，真香！铜须必须要拿吧？两只大象。铜须要拿吧，然后再进化。哇塞，双卡，转龙了。铜须其实还是有用，但是转龙了。开始进入比较任性的时间了。头打雷一个一个被歼灭，卡头血这么多还这么逊。难道我看错了他？哇塞！难不成你会变金色的卡雷狗斯？啊，忘记升级了，我这是超进化弄出来的。这边有印啊，改变一下。铜须也有可能啊，所以还行啊。天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。
你们以为是故意的吗？你以为是不小心的吗？我跟你讲啊，还真的是不小心的，但是还可以接受啦，因为毕竟同区，龙也兽机械嘛，有需要升级吗？找点龙吧，这里龙蛮多的啦，捡个费拿一拿吧。这个能打赢我是真的不相信哎、欸！卡头必须打雷，经典的画面就是我卡头打雷，升级找同区。这个没啥用，不拿。没用，哎，三个小妈，魔胎，你们会拿草凤吗？再刷好像没牌啦、这个小黄拿来打架也是挺能打的啦。双卡雷是我爸对面吐出来，他一定很纳闷为什么你有点双卡雷。他现在满是疑问，你不是才刚升五星吗？为什么你场面是双卡雷？我真的不懂哎、你不需要懂，下一把再懂就好了。狮子必然是要扔掉的啦，所以不要再养狮子了。要不要再加入一个龙啊？发育的速度是非常快哦。这个龙我觉得普通啦，肥龙跟青铜龙比较香，这个龙不香。不要，无面者一定要拿的、欸，金小黄可以无面哎、欸。那不然无面一个金小黄，说不定卡雷狗狮连锁反。硬，若有卡雷狗斯，那应该要先出这个吧？先出完之后再出那个吗？还是你要连锁再连锁？好吧，连锁再连锁，连锁一堆聚合体，上将。那出个上将吧，上将配合吗？为什么我现在龙只剩下两条啊？聊天室我可以问一下吗？因为快乐，所以值得啊。两条够了，对面叠得好开心哦，他把我打怪都快打光了，只好送他一拳，留一滴，留一滴，他都快把我怪打光了，这可以拿两个能力耶。那要不要换能力啊？还是要回防？回防一个弧也没用啊，变金卡也没用啊，还不如换个能力，二度的快乐，圣光吧。有些东西一辈子都没盾的，这个是什么能力啊？旅电火花哦，加六。
雇佣一名手下，留个2块钱开一下吧。开心了，还不如我直接买。金卡变两张要干嘛？变金卡，场面的牌变金卡好像没用哎、欸。升级快乐吧，在下面刷好像不太过瘾。这个都很烂，那我可以点一下了，点个眼睛好了，眼睛不够大啊。金卡雷如果只有两条龙，你们会不会嘲笑这个金卡雷很逊啊？是吧？是在搞笑啊？你跟别人说我有金卡雷，但是龙两条，有点闹，有点闹的部分。来不及再培育一只了，我只能当他没看到了，直接找个蜘蛛比较快。我还是会给机械加。36龙要养，那就要卖上将啊，卖上将养。我是觉得不用再养了啦，直接找剧毒比较快啦，因为现在养你也养不到30嘛。没有个30-40攻决赛都没什么用，找毒就好了，找毒就好了，干脆一点。很怕他打到我的龙欸，打到了，好准哦，他很准啊，聊天室，他很准。死不了，但是可以继续往后看，找红桃，找蜘蛛，我找到了，找毒，全部都找到了。我需要的牌都到了，找男爵会比毒更强啊，但是有的话要先拿，等等再往后找。铜须可以扔了。这边的话有细节啦，就是要买一张魔胎，奖励一下自己的努力。奖励，这是一个细节。给毒包贴一个可以防食尸鬼啦，这个还蛮重要的。防个食尸鬼，有收割机耶、欸，这种很麻烦耶、欸，只能这么站了。他打到这里的几率高吗？两个草凤，果然是有烧，小心机。这个小心机，可是我人都快被他打光了，要吐了。毒他！不要给我面子，毒！我的策略是完全的非常好的，可惜伤害不够。他收割技能我打歪，打到后面的那只黄，触发到盾，他直接死了。
这肯定是狗狗骨头哎，而不会变金卡。然后上将可以扔掉，换一只剧毒，随时找牌扔掉吧。技能还是可以贴的，还是要贴眼睛哦，因为眼睛大一点还是好的。盾的话给毒包或蜘蛛，我的习惯是血多再让它更多一点啦，反正七跟八那就多一点吧。一血吃鸡不是梦，准备迎接一血的部分。决赛是野兽，有蜘蛛的野兽。嗯，把这个拿下来，然后加加给他加魔胎，魔胎有魔胎。蜘蛛不要乱嘲讽哎！今天只能给重复的东西嘲讽了。蜘蛛嘲讽会有问题哦。还金色狂风小朋友，扩散很尴尬喽，给我补盾带走。冰箱拖延时间没有用的，表现不错呀，继续保持下去。我没事干了，已经进入一个挂机环节了。他会不会无限开冰箱啊？然后浪费时间啊？他是用这个防。哎呦，有防到哦！我知道这次有防到哦，很厉害哦！我确实两下都打歪了、欸，我两下都打超歪的。但是无奈我们双方的体质还是真的差太多了，而且我在策略性也是优于他的，弯的不错，带走。这应该是一个100%团吧，几乎。我们在站位啊，在策略都是玩爆他的，他要赢我太难了，完全想不到他赢的理由。首先我光盾卡四张，然后又可以补两个盾，这样光补盾光盾的部分就会有六个盾，并且都是物理剧毒，而且也不怕食尸鬼，这个包还可以点到七。太过分了，你包为什么是七七？你包难道有防烧？这个人包有防烧。